训练不积极，搞联欢倒是一把好手。哎，邢教官，我们能合张影吗？好。一二三。哎呀，邢教官，你没看镜头，再来一次吧。一二三。好了，我看看。 看什么呢？啊！邢教官好，施教官好。哎，吃饭不？叔叔叔叔！哎，干什么呀？人叫你呢！不去不去！什么态度呀？去！不是。来来来，坐这坐这，这有位置，这有位置。哟。 还情侣装呢，小夏同志，你怎么还穿着我的 T 恤的？这边又没有商场，我来不及买嘛。我昨天问过，你说去不去商场，你说不用去。我就借你衣服穿一下，你那么小气干嘛呀？哦，我没小气啊。哎，你去吧。这位妖精啊，唐僧肉可以吃，但是呢，要遵守点原则。 你老看我干嘛？给我！集合了！各位同学，我们仁心医院2019应急救援急性小组结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宣布，这个晚会已经完全由我们学员监管。现在，权力反转，大家有没有很兴奋？有没有很激动？先别激动。 我们的热情。邢教官，先戴上这个，这有个手环。邢队别紧张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，叫做“谁让你心动”。那我们看到，邢队现在的心跳是68，如果我们大家能让邢队的心跳在1分钟之内达到100，那邢教官就要接受惩罚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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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开始。那二十个俯卧撑。好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50个高抬腿。40个波比跳。才到80啊！嗯，这怎么可能？行队厉害，就是行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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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队！停停停！米嘎，啊，你来个厉害的，别再上什么体育课了啊！我啊，要是再不行，全体挨罚啊！没人气，去！不会啊，你就这样盯着他，不要眨眼。比这个我就没输过，不眨眼，我也没输过。来，
坏了吧？是手环坏了还是你心动？那个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星队，你说话可要算数，你这就是典型的禁不住美人的诱惑，是不是？那行队叫接受惩罚。我受罚，来吧。好，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惩罚时间。这儿有一个饼干，加上超强剂。哇！对，吃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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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个更狠的，只有一杯水，胡椒粉，辣椒油。在我们训练的时候，教官们经常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教官是他们说的，要再来一个。行，对，这包治百病，这个。米卡，出去玩。米卡，是你报复的时候了。米卡，米卡，米卡，米卡。米卡，被我折磨这么久，这回痛快了。嗯，那是。那我就再啰嗦几句，处罚你们。并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，你们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体能，拥有很顽强的意志。这么艰难的训练都度过了，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，是吧？是。那最后，我希望你们在各自的职位上事业有成，一帆风顺。那惩罚完行队，我们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。那就是我们敬爱的树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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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队。行政官，我要不要漱口？没事，我没事。找什么呢？我想去厕所了。啊，我陪你。太远了，我开车送你。这边，谢谢。